玩音乐从来都是一种挥霍，我是用自己翻 part time 的积蓄去交学费换住我爸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但挥霍不止在于银包，而是要将人情卡碌爆。参赛者要自组乐队。Luna， 你有没有 band 自己？啱啊。咁啊，小妹妹都十岁咧，又唔系好识人咯。我哋用热血，我哋用支持，我哋去栽培一啲新人，所以咧系冇钱嘅。我是兄弟为你呈现激战二，今晚九点半 ，Bill TV。